家好心。嚟你講先啦，由我講。係啊，你兩個琴日到咗啦。咁、我覺得其實幾平均嘅。咁、大家因為尋日我哋同佢係我同阿長啦，同佢哋玩咗幾個環節啦。即係可以見到佢哋談吐啊，可以見到佢哋有啲禮儀嘅嘢，其實大家都好平均嘅。同埋真係幾聰明嘅，佢哋緊張啊，一半一半啦、啊。咁、但係可能我哋兩個形象又比較輕鬆，咁我哋之前都會輕鬆啲。跟他們說，即是始終今天就不知道，有些藝人其實都難相處的，是啊，很容易小氣啊，黑面啊，算了，黑面啊，那些都當面說你，他說我就說我咯，是啊，他沒所謂嘛，有些人有所謂，那張著著又是那句，是吧？我們今次來其實都是希望帶給他們歡樂一點，放鬆一點，還有真的有些事是可能提醒他們的考驗，好像說聽長生堂，如果他們第一次面對鏡頭，今天開始，所以緊張是正常的，希望，但他們表現都相當不錯，是OK的，長哥是不是已經有些心水了？其實沒有啊，你們不要看我了，你們以為我真的是專家嗎？我都是看看傳媒、同行、大家的報道、都會有留意三兩個嘅，即係大家話大熱嗰啲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就算大熱都好啦，我都覺得大家都加油啦，因為到時節目出嚟嘅時候，可能個談吐啊，你個轉數啊，係啦，即係唔係話淨係靚就可以真係攞到呢個名次嘅。我就真係冇咁快，因為我起碼都要相處一年半載，我先知道佢個人品。所以十年八年咁樣太耐啦。要同想唔想同你住埋一齊？因為有十幾個咧，一年半載就十幾年㗎啦都。咁我要相對耐啲，咁我先知道佢到底個人係點樣。我唔怪得知要淘汰啦，如果太多。我怕你等不到